大家好，我是爱与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.0 卡池全曝光，3位新角色登场，4星陪跑来了，钟灵来复刻，4.8 草女色后来了， 5.0 卡池3位新角色确定，星海新皮肤美爆了。 说起后续 5.0 纳塔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。就目前网传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5.0 卡池是5星草大剑、5星女水法、4星岩长香登场，也正和最近前瞻公布的短片中3位纳塔新角色对上，就是2位新5星角色登场的顺序还不确定。头罗小萝莉应该会作为新4星陪跑登场。这么来看的话。 5.0 卡池2位新5星已经有了，复刻角色也就只有2位。就目前最9位复刻角色的时间来看，分别有申鹤、钟离、莱欧斯利，其余几个甘雨、星海、达达利亚、胡桃都是满足进混池的要求，所以说基本上不会出现在 5.0 卡池复刻。那么 5.0 大概率是刚刚提到的申鹤、钟离、莱欧斯利复刻。 总的来说 ，5.0 卡池大概率有官方公布的3位新角色，其中2位是新5星角色，1位是新4星角色。复刻角色，个人感觉的话，钟离、莱欧斯利复刻的概率较大一点。原神枫丹 4.8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5星角色艾梅莉埃即将登场，同时复刻的3位角色纳维亚、尼禄、叶兰也来了。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、纳塔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0 纳塔的相关消息了。就官方目前公布的3位新角色，分别是白毛鲨鱼妹、陀螺小萝莉以及少年草大剑。就最新的消息来看，鲨鱼妹是水系法器角色，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女水法，会在 5.0 版本登场。 大世界和角色强度都非常优秀，据说又是一个不输水龙的角色。叶兰也在4月8日下半卡池复刻，不得不让人深思。而陀螺小萝莉的话，据说是4星岩系长枪角色，看 PV 中的时机，跑图能力估计不错，大概率是作为新4星陪跑在 5.0 卡池登场。5.0 卡池的另一位新5星角色少年草大剑，早期的消息中也提到。 输出方式是燃烧绽放，倒是有可能和 4.8 卡池的新5星角色草女艾梅莉埃是队友。好家伙，这算是调香师，未来可期了吗？不过目前来看，艾梅莉埃的强度可观，还是非常推荐入手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4.8 版本的活动中还新增了妮露，喜凉凉的新皮肤。不过随即便有网友大佬自制了星海的同款皮肤。废话不多说。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，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好看的，一点不输原皮。这要是上线，估计玩家们得买爆吧。